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，说的就是咱北方这老豆腐。自己在家做也特别简单，按照一碗黄豆三碗水的比例，一部分水磨生豆浆，滤掉豆渣，再加上剩下的水，边煮边搅拌，沸腾后煮5分钟，关火晾3分钟。点豆腐用的是这盐卤液，每次少来一点，慢慢的点入豆浆中，变成絮状，就是四川人爱吃的豆花。边缘的水是清澈的，而不是乳白色就可以了。放入豆腐盒里，找一个重物压上20分钟就行。卤水点的老豆腐没有酸涩味，豆香浓郁，又嫩又弹，背皮盐卤液，随时吃豆腐。